朋友们，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，在我们广东罗定县有一个爱情小学，这是大家用爱心完善的一个小学。爱情小学现在生机勃勃，师生面貌大变样。今天校长带着学生们向爱群的爷爷奶奶们做汇报来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18年上半年爱群小学捷报频传，四月份获得新乐片第一届小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的第二名，五部前获得乐片第一届六一文艺汇演一等奖，手语国家获得新乐片第一届六一文艺汇演三等奖。现在请大家欣赏的是他们的手语舞蹈国家，有请，请大家欣赏。这是从山区里边来的小朋友的表演，非常难得的。